今天要来去文和边饮一杯啊。烧烤哦。哎，今年再过就五十。这啥？这哦，再过来五十单啊哦。这鸡腿。啊，这嘞。鸡腿。鸡翅啦。鸡翅啦。哦，以前哦，鸡翅啦。鸡巴扎鸡哦。就是鸡巴来对喽，不要是照鸡巴来对吃，安就对了。禁烟站。时尚玩家捌来过哦。这是一间伫运河边的烧烤店，名叫七里香。啊，这是啥？你叫咩行个？这是啥？这鸡心。鸡心嘛、喔。啊，够好啊！啊，我今仔食遮济哦。啊，结交结交啦。啊，你还好哦，你阿未食饭，你是还好。有，阿未食饭啊，吓啊。因为我拢是，因为我的物件拢冻干的啊。冻干的就对啦。哎呀，我不咧用过老的。哦。哎呀，青椒阿姐，哎。有阿姐啊，今麦阿姐啊，这啥？四季豆。这四季豆嘛，有嘛？四季豆阿姐。哦，这用糖行个，阿姐用阿袂哦。来，伊迄算为人太食较淡的，较淡的哦，哦，所以分两种淡的较淡。哦，恁这啊，至少变迄个是黄色的，迄个有啥？那是掺色的。哎，拢是不同款的色，掺色。甜椒啦，还是掺色的。甜椒掺色。提色而已。嗯。哇，啊这，你介绍安怎算？你讲青椒哦，讲食的物件啦。哦，足足侪人诶，有菜单你甲去翕菜单。哦，算，我想讲你诶，迄个介绍算好，算俗啊，算算还好啦，算还好，平价啦吼。吓啊，用靓招，我帮你用化学酱。遐是伫运河边诶位，坐伫运河边。啉一杯啊！哎呀，啉一杯啊！有赞哦，今天去吃这个呢，大旗。而且，好酒来，起来我们看一下。来，你要纪念我一杯。大旗，大旗的。这叫什么？大银酿啦。赞。没有，纯米大银酿。没有，先啉一撮，先啉一撮来。好，一二。我嘛要啉。嗯。气节味的。袂歹啦，这鸡胗到鸡心，吼、哦，这份啊，叫做一堆咧。袂歹，头前迄条桥阁会变色哦。啊，阁有四季豆沙来呢。鸭掌，鸭掌，阿酱，鸭掌啦，鸭掌，哦，胖，来，卡卡姐，啊，卡姐，卡姐，阿妈蒸骨，哇，排骨，加好，好吃，好吃，阿妈煮了袂歹，哦，你蛤蟆放入，煮煮了呢，哦，啊，这面食对袂啊？这掌啊，还是要较细。卡西米，卡西米，他有卖车的，我懂你的车吗？用那个蒜头来去咸鱼豆做会煎的，对吧？做会煎。啊，是安怎？安尼有比人靠？安尼就是比较伊会搁较香，啊，较搁入味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哦，这蒜头吼，刚开始几点嘛吼，我会小可甲拍一下，慢甲拍甲做样。安是台湾蒜头吗？台湾蒜头，我咧用拢台湾蒜头，安尼蒜头吼，食过人讲的，再刷吧。嗯，就是。猪肉串加盐钱嘛。嘿，啊，搁中这是鸡筋。啊，鸡筋。啊，这猪肉串是猪肉的啥物部位？伊个迄个肉素吧。肉素。哦，肉素吧。嘿，对。哦。伊不是三珍吧？伊是跟台讲，就是腌菜头、洋菜头。这个是干嘛咯？芥末咯，芥末也大贡啊，哎，大贡啊，哦，那这是啊，炸鱼蛋哦，哦，炸鱼蛋，什么鱼啊？这嘛叫什么鱼？哎呦，我爱问者，我那泡菜是个人无无敢看的。那这那有这落有这落就食落。伊那豆角的菜都伊是的啊。各位啊，无啊，韩国的泡菜用啥？什么啊？韩国的豆用大白菜。大白菜啊，啊，咱是用高丽菜哦。哦。那弟弟。
好，安尼就过了一个快乐的暗暝咯。